10月11号星期日的做大学抽抽乐，3、2、1。哎，雪，你好，大家，我是林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要来做大的抽抽乐，那我们现在介绍奖品吧。海报长2个，海报大3个。2个贺卡，1个黑白卡，1个彩，3个彩色卡，然后一排小，一排大，2、3、4个，4个积木蛋，可以煮来吃吗？可以煮来吃吗？那么现在就来开始做吧 ，Go！ 好，丢。好啊，来，爸爸加码时间啊，就是小肉身的贴纸啊。嗯，好，给相机。好，我丢。帮忙摆，可是已经都被姐姐抽中了。不会啊。为什么连标牌都？然后小肉运气好。好啊，就这样就好了。好，然后我们先讲新的规矩哦。以后抽中30的倍数，30、60、90、120、150、180、180、240，抽大的。然后其他人都10的倍数抽小的，好不好？那抽到5的话呢，就是明信片一张，好不好？明信16是怎样？这总共有16个小的，这有8个大的，就是每240号里面有8个大的，16个小的。24个倍数，五啊，抽中5的话就是那个明信片一张，可以吗？就没有抽这个抽抽的，5的倍数就是明信片一张。这也是那小的。对，小的就是只要是10的都是小的。210。然后30的倍数才是抽大的，好不好？不用，爸爸会记。你现在抽中30的倍数就是大的。手不要弄到哦。来，记过。应该都可以了吧？没有办法了，不是，我跟爸爸一起。哎呀呀呀，没毛病，先走开。啊，失败。我去他们家。这样可以吗？因为太厚了。我把它翻面。好。叫谁？爸爸，我身体好酷。好。这边好。我还没有用好之前不能用。好，这边可以折上。好。这样可以了吗？这描线吗？对不对？哎，我来这边，再打完我就换你的手，不行这样子哦。这叫三个和尚没水喝。礼物摆出来。鬼灭的勋章10个，是吗？对。再来，小鹿生物纸胶带1个，哎，废物区4个。废物区是什么？哦，废物呀。
哎、欸，这个是鬼灭卡的，是吗？枪兔的呢？我想要什么枪兔啊？枪兔的信用卡。这是炭治郎，他在购物。那炭治郎不是枪兔哦？是吗？哦，炭治郎的。这个贴纸，好，贴纸一个鬼灭之刃的一个不知名的。对。这还有不知名的、哦？对。好好，一样送你。好，再来鬼灭之刃的一个贴卡，卡贴。卡贴我想要，再来你说好这个鬼灭之刃的卡卡，卡卡，这个卡贴是哪一个？卡卡，没有没有卡卡，啊卡贴，它是卡卡不是卡贴哦。对。好。掌握小五的充电器贴，再来鬼灭之刃的长条书签。四个，好，角落生物便利贴。不对不对，我是说另外一个便利贴。角落生物小小贴纸，这包好像不错，一包呢。角落生物大的便利贴，大便贴呀、啊，便便贴纸。好，那么现在就来开始做吧。哎、欸，对了，还有一个沙后刮嘎画，哎、欸，刮画。好，那么现在就来开始做。哦，墙要倒了，墙要倒了，墙要倒了。先看这个，来，我拿你。凹一下应该要放得进去呀、啊。先这个啦，你看我，你不要凶我。不要凶啊，我会剪掉，没关系，继续凶，好吧，会剪掉。等我一下，去你不要挡到我。要这样快啊？你刚才刺到我。不小心的。哦，对不起哦，没关系哦。嗯。你要跟我说对不起哦，啊，这样子说没关系啊。有没有什么礼物要加码的吗？就是不是鬼灭之刃的哈、啊。对。要加的嘛，好吧。那个白白便利贴，加什么？在哪里？抽到会哭的是哪一个？这个。那给他这个立牌头好了。那你这立牌头。太烂了。太烂了，再再一个一个这个，可以吗？不然我再一个，再加码一个，我看有没有炸虾的。猫咪的。哪里？猫咪的。猫咪的。好好好，好，不能再加码了，加太多了。画画。好，画画。现在再加码了，画画。这里。画画。画画这个了，哎、欸、哦。都一样，都是、这个、都是。妹妹只好给你了，你就拿。画画。是刚才不小心拿到，他就给我修。当然不加，哎、欸，为什么这里没有？这是什么烂奖品？看一下。卡贴。卡贴你们要呀？它不是它的，它的这个是那奖品吗？直接卡。好，还有什么烂奖品想加码的？嗯，烂奖。其他都很好的，对，这里再买一个。烂奖品，烂奖。你找不到烂奖品的。刮画没有。啊？这两个刮画没有。有啊，好。这个也没有。嗯。为什么它没有？这是刮画。是啊，我刚才不是丢一个了吗？那我剩下两个不要给了。这不是很开心啊？这个奇怪的。哪里？不是奇怪的，好，那给我一个。剩下最后一个。等一下，我找一下。这个、啊、鬼灭信用卡没什么用，对不对？好，都加满。好，现在是涂胶水时间，你要涂到角落啊。你稍微看看。嗯，所以猫先用猫咪的位置，我的路线，你敢偷来我的路线？这个才是我的路线，不是你的路线。好，那你给
叮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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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叮包装纸呢？我们这一节是从意大利进口的包装纸，黑猫、白猫包装纸，意大利猫。爸爸再表演一次好不好？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好不好？我看一下可不可以啊？这里应该有机会，有没有？这里下去就可以哦。等一下，好，等一下，猫咪，你不要手不要过来啊。有没有？哇！厉害！有没有想要我签名的？没有。我也不想要。这边我来帮忙一下。那看是啥机？爸爸这边要联系人。要翻面吗？这边要联系人。好，翻面。哈哈，你们走吧。哎，小心哦，小心。等一下。要翻面的吗？粉红色。好，粉红色比较适合爸爸呀。对。哦，好快，这样都歪掉了。因为你是小女生，所以是。喷出水了，画成这样，这么可爱，有没有？有没有很可爱？爸爸画的呀。对，是你画的。猫咪，你画的啦！你看，你才画这么可爱的，爸爸画的都那么丑丑的，爸爸画这一个，对不对？从头到尾都。好。爸爸号称比乖比乖王，这是我们这礼拜的抽抽乐，算那些第一个王，明天晚上6点都会出现。那我们下次见吧，快订阅。